重要的，因为哈奇的话是短毛犬种，但它也会经常掉毛。那个是双层毛，然后呢换季，尤其是春天秋天的时候，两季换毛的时候掉毛率会比较高。然后呢这样子很又哈奇又比较调皮嘛，所以说有时候容易它舔那个腿啊，舔身上的部位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毛吃下去，这样容易引起肠梗阻啊之类的。然后所以说我们平时就经常要给它梳理。